今天的人呢、向外求之后啊，对我们的生命的结构，生命内在的真实的情况呢，没有搞清楚。大部分人以为这个肉体身就是自己，无论从佛家他讲神识，中国人讲灵魂，那么实际上这个灵魂身、神识身才是和我们的生命有很大关系的。那么我们这个肉体呢，只不过是一个载体，这么一个气，在这个气里面承载着什么样的东西很重要。完整的讲叫灵魂这样两个大系统，展开来讲魂这个系统又包括了魂魄神这样三个大子系统在里面。神识这个层次它包括了我们的三魂里面的阳我心神，阳神是三魂，阴神神识包括了七魄，那么还包括了我们的五脏六腑神七窍神，神子最后的话每一个细胞都有一个神。魂魄鼻去乃为人，一个人躯壳里面如果没有魂魄叫行尸走肉，魂有三个魂叫天魂地魂人魂，魄有七个魄，魂呢在我们的肝中舍藏，魄呢在我们的肺中舍藏，魄主我们的形体上的所有的功能，今天身体上的很多病包括抑郁症躁狂症等等的身体不快体内有病，那这都跟自己的丢魂落魄症有关系。魄不安那魂就不安，人就失了魂了，魂魄都出问题了，就会失神症，失神症失魂症丢魂落魄症，那这在今天的医学中完全无能为力，认知这个三魂七魄的功能和我们的生命有着什么样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借助道藏，借助佛家经典，道家的相关经典呢，在天医学道医学中佛医学中临床实践经验给大家讲一堂课，这个叫三魂七魄。